好，大家看一下我们不锈钢四个螺旋桨的船啊。好，拉一下渔网。拉网的话是全静音的啊，可以拉1至6米高渔网啊，100米的长度。看一下这个出网的速度啊，马力是相当大的。采用4个马达的动力啊，是目前拉网船当中啊马力最大的一款。1到6米高、100米长的渔网啊都 OK。看一下这个出网速度，我们现在拉的这个渔网就是普通的沉网啊，不是那种浮网啊。1到6米高的都 OK 啊，就不用问能拉几米，10几、20米那就不用去扯淡了，是不是？只拉1到6米高、100米长的啊都 OK。好，拉完之后你看一下，拉完渔网之后啊，遥控器远程一键解钩啊，控制这个船回来就可以了。就比方说我们拉完这个渔网之后呢，这一边固定，然后另外一边就不用固定，把这个遥控船啊开回来就可以了。而且晚上的话也可以使用啊，可以装个灯光，全静音，看一下。全船采用不锈钢材质做的啊，相当的扎实，玩个10年5年玩不坏啊。